如果你鍾意睇史諾比漫畫，可能會睇過咁樣一幅漫畫嘅，就係有一個街頭傳道人走喺街上邊，身後邊有一幅標語牌，寫住答案就係耶穌基督。第二幅漫畫呢，就有一隻狗仔口入邊擔住支旗，寫住係啊係啊，不過個問題係乜嘢呢？問題係乜嘢呢？我諗今日基督教會面對緊各種嚴重嘅問題。經常講及嘅就係關於啲會有流失呢個問題，更加有好多人對基督教所傳嘅福音失咗信心。但係我必須解答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點樣先至更有效去傳福音，俾世人認識耶穌基督同埋得著神嘅大愛。你要知道，一般人唔係話對屬靈嘅事物完全唔感興趣，只不過他們感興趣的是一些邪靈啊、巫術的東西，他們對一些問米啊、靈媒啊、巫師啊、星座運程啊等等都很感興趣，而他們其實都會對福音信息感興趣，對耶穌基督感興趣的。他們只要覺得是被人尊重，在一個被人接納的環境之下，沒有人壓迫他們批评他们的情况下，他们会愿意听的。一般人都觉得值得想一下耶稣的说话和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金力克和他的启发课程。七年前金力克接手筹办我的教会的启发课程。其实我们教会举办这个课程很多年，但是力克锐意改革这个课程。他看过数以千计的问卷，呢度加啲，嗰度減啲，將內容重新編排整理過，務必令到參加啟發課程嘅人更容易投入課程。啟發課程就係為一啲唔覺得自己係基督徒，平時亦都唔翻教會嘅人而設嘅，盡力幫助佢哋去尋找耶穌基督。我個人認為佢已經做得最好啦。力克除咗將課程錄影，仲將課程嘅內容寫成一本書，書嘅名叫做生命对答。我们看到今日在英国和世界各地有数以千计的教会举办启发课程，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启发课程归信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效果是不仅只因为力克的努力的。力克和我都认为只是靠自己是不可能的，这个应该归功于我们愿意正视圣灵工作的重要性。在每次为期十个礼拜的启发课程里面，我们会用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营会时间来讲解圣灵。虽然我们可以用一日的时间来处理这个讲座，但是内容就会嫌紧凑得滞。营会有很多的题目的，而其中最重要的题目呢，就包括圣灵是什么，圣灵又做些什么。不过更实际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可以被圣灵充满呢？我相信大家在未来的几个礼拜呢，如果你一路留意听，那你一定会满载而归。我希望神在这里祝福大家。好欢迎大家，亦都好欢迎荧光幕前收睇嘅各位朋友。我系英国圣公会嘅牧师，我深爱我自己嗰个教会英国圣公会，但系我必须承认，虽然世界教会增长迅速，英国圣公会咧喺多年嚟一直走下坡，好多人离开咗圣公会。甚至有人说连神都要离开圣公会。我看过一本杂志叫做《睇真啲》，有篇文章标题就是说神要离开英国圣公会。报道就是说神表示要追随啲圣公会资深会友的做法，和圣公会脱离关系。神的朋友就认为神转向天主教的导火线就是圣公会
他准备按立女牧师。根据内幕消息，神的愤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神一直不满圣公会的行事作风，现在直至忍无可忍。英国圣公会一位发言人表示，没了神啊，开头我们都挺惨的，不过慢慢就适应到的了。我未信主那段时呢，就很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因为我觉得第一，基督教呢就闷死人，我觉得凡是跟教会有关的东西都很闷，不论是听到教堂啊、圣经啊、祈祷啊、基督徒啊，都是觉得很闷的。但我同意史太文森曾经在日记度咁记载，佢话我今日去咗教堂，好意外，竟然冇俾佢哋搞到冇晒心机。我觉得基督教除咗闷之外，亦都好唔真实。我中学嘅时候唔信有神嘅，我自称系一个逻辑决定论者。我写过一篇文章，列举咗好多理由否认神嘅存在。可以想象我那个时代那时的宗教知识水平是怎样的。而我的老师居然很赞赏那篇文章，还怂恿我去参加宗教论文奖。我当时觉得基督教一点都不可信，另外我也觉得基督教信仰跟我无关。我真的想不明白，2000年前2000里外一个人怎可能跟今天的我扯上任何关系？你知道，在学校我们经常唱一首圣诗叫做《耶路撒冷》，歌词就是耶稣曾经漫步英伦山峦，你心知肚明啦，当然没有，耶稣从来没去过英国，诸如此类，令我觉得基督教在这里生安白做。回想当时我对基督教其实非常无知，我现在的职务呢，就是出任布普顿医院的助理院牧，星期日朝头早就去病房派圣餐。当我问他们需不需要领圣餐的时候，病人的反应可以说是荒谬奇怪的。有一位院牧将他听过的答案记下来，譬如说院牧问你要不要领圣餐啊，那个病人说不用了，我是圣公会会友。另一个话多谢晒啦，我想 order 粟米片。又有另一个话哦唔啦，我未曾行过割礼。以前我虽然对信仰冇乜太大兴趣，但系而家谂翻起，即系嗰阵时咧，你经常都感觉到你嘅喺生命里面好空虚。查理斯王子曾经提及过他的信仰，他说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人的心灵深处总是觉得要找一些东西令到生活更有价值和活得更有意义的动力。以前可能我自己不觉得，但是我们生命里面肯定是有所欠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不满现状，经常要向前看，寻求另一个阶段。我读书的时候曾经这样想过，如果我做了个领袖生就好了。然后我就做了领袖生，虽然职位不高，是一个很低微的领袖生。我那时开心了三个礼拜之后，我跟自己说，喂，做人应该有些事比这个更有意义的。然后我又想，可能毕业之后我的人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了。然后我毕业了，开心了三个礼拜之后，我想有个女朋友就好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被我认识了个女朋友，只有三个礼拜。我们会追求一件事就想如果这样就好了，这样就掂晒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一生都在追求下一个目标，但是结果我们达到了目标，
不过你睇又唔满足，我哋经常想追求更多更多。耶稣话：我就是生命的粮，佢就系唯一能够满足人心灵空虚个位。有一个日本太太同我讲及佢对耶稣呢番话嘅理解，佢话：我哋日本人好似有两个胃，一个胃咧仲用嚟装普通食物，肉啊、薯仔啊、菜啊、水果啊等等；而另一个胃咧就用嚟装白饭嘅。但系无论你食几多菜，你都唔饱嘅，因为如果唔食饭咧，就好似冇食饱，可以叫做无饭不欢。佢对耶稣呢句说话生命嘅粮嘅理解就系话：我就是生命的白饭，我系唯一能够赐你饱足嗰一位。无论我哋生命拥有几多几好嘅嘢，例如感情、友谊、成就，但系都只能够满足我哋心灵嘅一小部分。嗱，英国有位当代出色嘅专栏作家，佢叫莱文，佢一再咁样重申自己唔系基督徒。他曾经写过，我讲过十万九千次，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写过这番说话，就好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很多人在物质上想那样有那样，甚至有温馨家庭的欢乐，但是有很多人会静静地，甚至有时开声去呼求，都不知道呼求些什么，只是知道心底有一个窿，无论个窿里面塞了多少山珍海味，塞咗啲陈年旧酒，或者塞咗欧美名车，又无论啲仔女点样听教听话，出人头地，但系仍然唔满足啊！点解耶稣能够唯一满足我哋呢？耶稣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系呢个迷失世界嘅唯一出路。唯有耶稣可以满足我们对人生目标意义的渴求。我认识的有一家人，他们招待过一个从瑞典来读书的女仔，帮他们手去照顾家里的小孩。这个女学生开始学英文而已，所以不太懂得口头语。有一天我朋友家那两个小孩闹交，然后这个女学生就冲入间房，她想讲的就是说：喂，你们搞什么啊？但是他用错了用字的程序，于是将说话讲成：喂，你们为什么生存这个世上？其实这个女学生的问题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我们在世上做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人是从哪里来？我们又会去哪里？我们究竟追求的是什么？生命的真谛在哪里？是不是应该有个目标？嗱，呢啲问题好多人用一生嘅时间去追寻答案。我曾经睇过托尔斯泰嘅两本出名嘅书，《战争与和平》同埋《安娜·卡列尼娜》，但系我冇睇过佢后来写嘅有一本细书。嗰本书仔个名叫做《忏悔录》，书里边就话佢细个嘅时候拒绝基督教。大学毕业之后，雄心勃勃，誓要享尽人间的福乐。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社交圈很活跃，他成日都饮酒，他又沉迷女色，豪赌无度，胡作妄为，但是他心灵得不到满足。他转而追求财富，他想想钱可能就是答案。后来他果然承继了一笔遗产，他从著作收益里面又赚了很多钱，但是心灵不满足。他又转而追求权力、成就、名气和地位。他写的小说《大英百科全书》推举他为世界文坛里面数一数二的旷世杰作。他不满足啊，又去建立家庭。1862年他结婚，生了13个仔女，但是他又埋怨仔女成为他生命意义的绊脚石。托尔斯泰什么都有了，圆满了，心中仍然有大疑问。他甚至痛苦到想自杀。人既然难免一死，死是不是就是人生的终结呢？
佢喺学术、喺科学、喺哲学上面去揾答案。但系问题就系，我点解要生存？佢唯一得到嘅答案就系、无尽时空之中，无数粒子以无穷嘅方式嚟彼此碰撞、彼此演变。佢觉得呢个答案好空泛。佢开始观察佢周围嘅人，然后佢发觉好多人对生命、对生命嘅意义系漠不关心，唔理嘅嗰啲人吓。最后佢喺啲俄国农民嘅单纯信仰里边，佢揾到答案，就系藉住耶稣基督同神建立关系。过咗100年啦，今日呢个问题仍然存在。有一个流行乐队嘅名叫做皇后，佢主音歌手叫做麦法地，佢虽然赚咗好多钱，佢亦都有无数嘅歌迷。但系佢喺临死之前一次访问里边，佢讲到自己系好孤单。佢话：你可以拥有世上一切，但你仍然系世上最孤单嘅人。呢个系真系好苦涩嘅孤单。乐队嘅成功令到歌迷疯狂，带俾我无限嘅身家，但系令我失去咗人一生最渴求嘅事。我失去一个持续不变爱同埋被爱嘅关系。人世间唯一永恒而完全嘅关系，系人藉住耶稣同神建立翻关系。耶稣话：我就系通往人神关系嘅道路。透过呢个关系，我哋得以找到生命嘅意义同埋目标，我哋揾到神创造我哋嘅原意。有人问：呢种关系好重要咩？真系咁紧要咩？我细个嗰阵，屋企有架黑白电视机，嗰啲画面好差嘅，有时咧会即系有啲雪花同埋啲条纹嘅。嗱，有时走过电视机嘅前面咧，嗰啲画面就花噶啦。有时你摆下手咧，做下嘢咁样咧，嗰啲雪花又冚冚声走出嚟嘅。你如果唔喐佢咧，就会好啲。最惨就系睇电视，如果你睇到最紧张嘅时候咧，咁就出现雪花嘅，就好麻烦。所以记得我睇1966年世界杯，英格兰队攻门啦，画面突然间出现条纹，然后好多雪花嚟。后来有人教我：喂，电视是要接天线的。于是我们开始接驳天线了，然后就收到清晰无瑕的画面。信耶稣前后呢，亦都是有这样的分别。以前我可能觉得生命够美好，因为我们没得比较嘛。正如我家人装了天线之后，不会想过回些没有电视天线的日子，是吧？同样信主之后，你不会再想过些没有神的生活。这个比喻就是说，天线就是藉着耶稣基督得以同神建立关系。这个就是第一点，耶稣是迷失世界的唯一出路。第二点就是，耶稣亦都是乱世中的实在。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可以满足我们追求真理的渴慕。有人说：哎，好啊，耶稣满足你对生命意义和目标渴慕，不过这个是因为你有这样的需要，不过我没有需要。他们觉得基督教信仰好像一支拐杖，喂，对你有用，这一但对我没有用。但是这个不合逻辑的，因为这个信仰是真理。如果是真理，就对所有人都是真理，一是就全部是假，否则就越快醒悟过来就越好。路易斯曾经讲过，基督教信仰如果是假的，那就一文不值，但如果是真的，那就非同小可了。
基督教绝对不可以处于一些可有可无的灰色地带。因此最重要就是问，这个是不是真理？启发课程就是要探究这个问题。第一课我们会探讨耶稣的出生，他的受死和复活的历史证据。因为耶稣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很多人用一生去搜索证据，探讨耶稣复活的史实。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个信仰真实可信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谭志龙博士曾经形容过复活，他说复活是什么呢？是历史上证据最多的一个事实。科学家又怎么看呢？很多现代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来的，好像笛卡尔、牛顿、开普勒、伽利略、洛克、哥巴尼、法拉第、波哈尔、孟德尔、开尔文、巴斯德、利士德、麦克斯韦、辛普森。曾经有人问过辛普森博士，他发明了无痛手术，他问他，你一生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他就说，我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有很多律师曾经多方搜集证据，研究最后的结论就是基督教是真实的。例如达灵勋爵，他在法律界的声誉人所共知，被认为是英国二十世纪里面最杰出的律师。他做过基督徒律师团契的团长。启发课程会探讨更多支持这个真理的证据。什么是真理？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说的真理不只是头脑上的认知。希伯来文里面真理这个字是包括了有体验真理这样的意思。头脑上的认知和我们经验上的认知有很大的分别的。我们可以试下举这样的例子。我和我太太佩珀结婚了差不多二十几年了。假设我认识佩珀之前，在书局里面看到一本有关他的书，书名叫做《奇女子佩珀》。我想这本书都挺吸引人的，于是我就打开本书了。第一章就是说叫做《冰雪聪明》，第二章就是《受外为中》，第三章呢就叫做《白隐成金》，到了第四章了就叫做《贤良淑德》，到第五章了《厨艺非凡》，第六章呢《体育健将》，这章很短但如果写有关于我自己的运动技能就会更短了。我看完这本书就说，哇，这个女仔真是奇女子啊，这个是我头脑上的认知。我今天可以说我口服心服佩珀真是个奇女子。这个呢是我个人的经验。同样当我说耶稣是真理的时候，这个不只是头脑上认知，而是多年亲身体验耶稣真是真理。第三点，耶稣来为黑暗世界带来光明。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耶稣又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每个人都需要被饶恕，而耶稣可以满足我们这一点。耶稣将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包括我们做错的事，犯罪和犯错是完全两回事。人人都难免犯错，有时犯错都很有趣的，得啖笑嘛。我见过一件真人真事，
就是關於啲學生考試嘅，佢哋就考聖經啊。咁啊，有一個學生嚇，佢就咁樣寫嘅嚇。佢話聖經第一卷書咧，佢就寫話叫做人之初喎。佢話亞當夏娃係由蘋果樹變出嚟嘅。佢有個仔叫該隱，聽講後來咧就殺咗佢細佬。嗱，另一個答案就係、是、摩西帶領希伯來嘅奴隸出紅海，佢哋就喺嗰度製造冇蓮蓉餡嘅老婆餅喎。有人寫摩西係去太平山做咩咧？喺度攞十戒喎，然後話佢死都入唔到加拿大。又有人寫希臘人非常之有文化，冇佢哋我哋就好唔化。希臘人好多神話，不過呢個畫字係用畫畫嘅畫喎。又有學生寫蘇格拉底，著名嘅希臘哲學家，輔導過好多人，死後解剖，死因係結婚太多。佢去世之後，輔導生意就一落千丈。又有人寫著名嘅音樂家巴哈，寫過好多偉大作品，亦都生過好多仔女。巴哈死1750年，佢係世上最偉大嘅作曲家。巴哈同海顿齐名，不过佢写巴哈咧，佢就写咗帕克。一写帕克就喺1750年就死咗。佢系世上最伟大嘅作曲家，当然啦，咁就会写到海顿啦，因为你知道巴哈同海顿系齐名嘅。啱啱我寫到海頓嘅時候咧，咁佢就話：海頓有一半嘅血統係德國人，而另一半又包括咗有意大利嘅血統，又有一半係英國人，所以好偉大。有啲錯誤無傷大雅，但係有啲錯誤就係違法嘅行為。人嘅罪疚感好真實，當然有啲罪疚感係想像出嚟嘅。但亦都有啲罪係無可抵賴。基督教信仰佢嘅核心信息就係、是、神愛你，佢愛你啊，要免除我哋所應受嘅一切刑罰。神唔可以袖手旁觀，佢話我要差耶穌嚟到呢個世界。耶稣为你，亦都为我钉死十字架。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故事。耶稣将你我所做的坏事、所讲的大话、所想过的诡诈的念头，全部背在自己身上。耶稣代替你死，亦都代替我死。因为神爱我们，他要我们透过耶稣同佢重新建立关系。喺十字架上，耶稣背负咗我哋所有嘅罪疚感，使我哋唔使再俾啲坏习惯捆绑。佢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亦都战胜咗人对死亡同埋死亡所引起嘅恐惧。藉住耶稣，我哋得以与神建立翻关系。我哋经验到神嘅爱，就能够去爱我哋周围嘅人，真真正正做一个好人。人信咗主，圣灵进入我哋心中，我哋就会更似耶稣。当然，你知道做个基督徒唔容易噶。我个人认为今时今日做基督徒，比唔做基督徒仲要难。基督徒嘅生命唔容易，因为耶稣生命本身就唔系一帆风顺。不过做基督徒又系一件非常兴奋嘅事。基督教一啲都唔闷嘅，反而
你好丰富的。基督教不是天方夜谭，耶稣是真理，基督教更加不是可有可无，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今晚好多人喺度听咗，会有唔同嘅反应。可能有人会话：，你讲嘅我听过晒啦，我经历过你正话所讲嘅事。亦都有人话：，可能我从来未谂过呢一点。亦都有人话：，我嚟自唔同嘅教会，可能系天主教，系循道宗，系浸信会。不过唔紧要嘅，最重要就系你藉住耶稣基督与神相交。如果你已经有呢种关系，咁就实在太好了。有啲人可能话：，我唔多肯定噃。以前使徒保罗喺雅典传福音嘅时候，听众当中有三种反应。有啲人讥笑佢。如果你嘅反应同佢哋一样，请我唔好误会，我要闹你，因为我从前同你哋一样嘅。我每逢听人讲耶稣，都会哼哼声嘅。另外有些人的反应呢，就是我觉得你正话所讲的很有意思噃，我想听多一点，这个是另一种人。如果你的反应是属于这一类的，那我鼓励你，你可以继续问下去的，你可以用自修的方式，你打开圣经，你可以试一下读新约的书卷。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去参加教会崇拜。我个人认为唔使理边个宗派或者教会，你即管去打听一下，睇下有冇啲课程啱你。嗱，而家有好多基督教课程，启发课程系其中嘅一种，喺英国同埋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咁多教会都办紧啲启发课程，你可以考虑去参加一下，选择用啲咩方法去探讨。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就是你觉得基督教信仰值不值得你用十个礼拜时间去听它，继续去找它，去追寻下去。保罗在雅典得到第三种的反应，就是有人说我愿意归信基督。今天晚上可能都有这样的人在这里，他心想，虽然我第一次听，但是我不用再拒绝，我想藉着耶稣与神相交有关系。如果你就是这种人，今晚我给你一个机会，我要做三件事。对神讲，对不住，我舍弃一切明知故犯的错。第二，同神讲感谢耶稣钉十架。第三，邀请圣灵入我心中，我们向神祈求。你知道向神祈求，耶稣基督的灵就会进入我心中居住。我请求各位合作，即使只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我要请大家低头合埋眼做一个祷告，给这个朋友一个祈祷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祈祷，如果你想祈祷的，你可以跟着我讲，你不需要开口都得，你默默地讲都得。你说，你跟着我，主耶稣基督，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了的事，现在我真的后悔。你现在可以用几分钟时间想一想，我犯过什么错，主耶稣，求你赦免我，我要改过自身，我不再明知故犯你的诫命。感谢你，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使我得着了赦免。主耶稣，求你藉着圣灵与我同在，感谢你听我的祷告，从今日起你祝福我，阿门。跟住我想为啱啱祷告完嘅人有啲嘅祈祷。主啊，我为刚才祷告嘅人向你献上感恩。
多谢主，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叫他们确认你，确认你的同在，为今晚每一个在这里的人祷告，帮助他们更加亲近你，让他们的生命更能向前迈进，让他们更爱你。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的名，阿们。